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嘛，就是让大家，哎，有真会的去看的是吧？哎，咋了？全屏都不行了？嘿，稍等啊，直播屏幕现在都不能放全屏了吗？又改了，好了，就这个吧。哦，这儿调小一点。像过去的古籍呢，它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东西啊，这应该是一本什么算命的书。你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奇门遁甲，感觉像啊。不会，这不还有什么口诀呀？过去都学这个啊，好了吧，切回来了。谢谢做你的专属技师，好像有度牒的才算道士。过去有宗教也有宗教管理呀。唐人街探案镇灵符，那这要学的东西很多，哎，给人这个看看这个算卦呀，给人家这个就是捉鬼呀、驱邪呀，这都是道士的，而且这东西跟和尚不太一样，是吧？和尚他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化缘，你知道吧？或者念经超度，没有道士呢业务广，所以你会发现这道士比和尚是吧？能敛财，那过去去求一个符是吧？挂在脖子上，那都很贵的。哎呀，好多啊！现在的话，现在是少了，以前的时候这种东西比较常见。这都是这些年是吧？说道士也负责超度啊，道士好像负责抓鬼吧？哼，王重阳当官了就不干这事儿了。说道教历史讲完了吗？这不正在讲吗？一会儿接着说啊，长春子丘处机。说算命的书你就知道有一本叫《渊海子平》啊。谢谢姑姑不要我是孤儿，谢谢乌拉拉677啊。你别说 Sky 10啊。我还有这个《渊海子平》的古本呢，什么玩意儿念念不忘了吗？你还认识几门大道士啊？他们说的呀，哦，他们会要看《渊海子平》啊。奇怪吗？王重阳应该挺能打的。不知道，没见过这个渊海子平啊，这个不是没见过这个王重阳打架啊。谢谢友爱和谐，谢谢。等于说，道术这个东西，哎，可能啊没有这个灵力加成，或者说没有什么这个手势属性什么的加一加是打不出来的。我是没见过啊，特别厉害的。说你家原来没拆之前附近有个道观呢，哦，难怪。说我咋看张三丰活了200多年的事儿？古代嘛，有个老道士自称张三丰，万一有人一信了，这也不好说了。说武举不会打，哎，对呀，能打呀，肯定能打，说的有道理。我光想着这个王重阳好像不会这个就是一阳指啊。说风水啥的也是道家的，是。说道教为啥没干过佛教，是因为《西游记》嘛？咱们刚不说完了吧？
这倒是坑了一个国家，首都都赔了。你说后来的这个皇帝，谁还敢把道教放在那么高位置啊？嗯。对不对？你看，就因为信着信着信着，把首都给信没了，所以真就画上论剑了。也没有，就是道教也是因为宋代的缘故嘛。对，606家守皇城那位，坑死个人喽。谢谢，就还在，谢谢蚩尤仔，谢谢。歇会儿，歇会儿啊，咱们今天还要讲那个周武没讲完的奏折。说还是和尚牛逼，姚广孝啊，刘秉忠，都是明朝的，而且姚广孝又不会念经，姚广孝他是和尚吗？你从姚广孝身上绝对看不着和尚俩字儿，那哥们儿是借着和尚的身份好上位啊，和尚也是。可能吃斋不念佛的假和尚，如果说连斋都不吃了，可能就变成了既不吃斋也不念佛的假和尚了。连王重阳都说了啊，儒释道应该这个三教合一，您这不就争了吧？说姚广孝学的是屠龙之术吧？姚广孝会的就是屠龙之术，直接这朱允炆不就是屠没了吗？是吧？朱元璋还当过和尚呢，别，这千万不能提呀！咱们刚讲了明朝的字眼啊，别说和尚两个字都不能提呀，谐音都不行啊，对吧？僧都不能提呀，因为谐音是僧啊。谁敢提这个脑袋？这个就是搬家了，还说朱元璋还当过和尚，一身话。还好啊，现在不是大明朝洪武年间。如果说洪武年间来个我朝太祖还当过啊，我朝这个皇上还当过和尚的，朱元璋说我跟你拼了！全真就是三教合一了呀，在明朝已经不积极了 这事儿是吧？千万不能提。说这屠龙之术到底是指什么术，还是只是表示本事大？哎呀，简单来说呢，这屠龙之术呢，就是第一呢，要学习在没有掌控国家的时候啊，怎么样去掌控国家，然后呢，在掌控国家之后又怎么样去管理国家，那么这大概就是啊屠龙之术了吧？谢谢暴走 DJB，谢谢。本事大。360行，行行出状元呀！阴谋诡计，指挥阴谋诡计那叫小人啊！想管好一个国家，哎呀，你认为朱元璋是靠这个阴谋诡计的这个，当上皇帝的吗？雄才大略呀！你不能说没有阴谋诡计，但是也代表了雄才大略。谢谢风味谁狂，谢谢。哎呀，大家好，晚上好。哦，我大明这个天下无敌呀、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朱元璋啊，他是立志要做一个好皇帝的人，但是朱元璋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是想一代人就把后面多少代人的事情都做了，所以呢，他就希望后面的人都按照他的定下的框架去做事情。
怎么可能能成功呢？但是清，关键是明朝翻车了之后，清朝还坚信朱元璋说的这一套是对的，结果又引发了另外一个悲剧。仔细想想，哎，可能就是在治理国家这件事上，朱元璋太自负了。李景龙应该学会坑蒙之术，这不用学是吧？大军到城下的时候，打开城门一投降就完事儿了，完事儿。朱允炆连哭还没来及哭呢，就得钻地道这个逃跑，太过于自信。人的局限性，也不能说历史的局限性。自己把自己坑了吧，可能这么说合适一点。谢谢这个601424980，谢谢荣耀属于曼联。你包括现在美国不也是自信吗？这也不用改，那也不用改。结果呢，一堆问题。谢谢粉嫩燕猪。可能啊，每个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样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吸血鬼的传说呢？谢谢抠脚主播，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有很多很多神话。然后呢，谢谢佐克，抽签结束。看比赛去吧，难怪。那么，在科学没有这个就是，出来之前，欧洲呢，据说啊，有很多动物啊，经常呢会被吸血，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蝙蝠它是吸血的，那么蝙蝠去吸了这动物的血液之后呢，它只留下很少的伤口。水壶是今年新换的，那么慢慢的就流传出来了，是吧？这个，有人是吧会变成吸血鬼？其实吸血鬼的这个传说并不是很久远，没多少年。等到后来吸血鬼被搬上电视荧幕以后，那才开始真正的流行起来。这得感谢好莱坞啊！谢谢华晨，谢谢激动绅士，谢谢。蝙蝠那么小，蚊子那么小，你说它吸不吸血呢？对，港片僵尸就是和吸血鬼综合创作的。最早的一个僵尸就是吸血鬼的片子，好像是黑白的，比《放海信》要早。活了一周，谢谢追猫赖，谢谢追猫赖兄弟的525个粉丝萌宝，这吸血鬼越来越萌，越来越漂亮。你是在说《暮光之城》吧？说西方的吸血鬼也是倒挂在洞里，对呀、啊，而且吸血鬼在进行这个就是分身的时候，不是会变成这个蝙蝠吗？谢谢13909730079，谢谢。黄鼠狼应该算是一种雕类吧，偶尔能见到。冷水烧开，其实这应该说是麦克风收音太好了。谢谢交给吴亦凡，说有种刑罚把人绑了让蚊子咬，这种还不算残酷。
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这种这个就是刑罚，是这样。要想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呢，就是这个处刑者说，等会儿咱们聊宋朝的经济问题啊，就是。不是那个抽成，比这狠，是什么呢？把人啊，先扒光了，然后呢，绑在两条独木舟上，然后呢，把这个船呢是这个放在这个水里头，然后让人呢在一只水里，在水里面一直泡着，然后让皮肤腐烂，接着呢就是说。在执行的时候呢，是不断的给这个人呢喂这个蜂蜜，也就是说让他活着，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人，这个就是不人道。以前讲过吧，谢谢黄生姐，谢谢追梦蕊木，他就会极大的延长这个人这个受刑的过程，原因是人在水中浸泡了一定程度以后，皮肤会这个溃烂，然后会挨这个蛆虫的叮咬。因为水里面还有很多蚊子的幼虫，那万一这种叮咬又不致命，因为不断的又有蜂蜜水去喂着，然后呢吊着人的命，比这个凌迟还要惨。谢谢战歌飞球，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在急痛和这个急痒之间要耗很长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那是真生不如死啊！说我故意吓人，让观众精神精神。你要说让屎淹死，只是觉得很惨，因为你想，人真是掉这个就是粪坑里头了啊。那么氨气呢，会很快的让人窒息，所以死亡往往就会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并不会持续很久，像那种死法的话，据说要持续半个月以上。而且那种据说是最后的死因是多器官衰竭。刘林表示，凌迟还是舒服的。哎，人呐，就是不能太作。要不说怎么说，现在这个就是，还是进步了。说后面应该神经麻木了，很难麻木的。人应该都崩溃了。谢谢空山莫白。说不怕变成厉鬼吗？谁知道非洲人不怕呀？哎，八月晚上好，有日子没见了。要怎么说呢？古代人说啊，来个痛快的吧，就是这意思。要不，那古代人想出那些残酷的刑罚啊，准备休息，听会儿说书催眠。行，我尽量讲的就是，有助于睡眠一些啊。八爷一看是跑了一天了，挺累啊。那咱们就继续开始下半段吧。其实啊，王重阳呢，虽然是全真教的创始人，那么，但是啊，真正使全真教扬名立万的呢，是丘处机他的弟子。丘处机啊，这个人呢，这个道士啊，用现在话说，属于形象非常好，就是有神仙气质。丘处机呢，晚年的时候啊，一身道袍啊，非常的洒脱。然后呢，胡子这个和头发全白了，胡子就是童颜鹤发那样子，一看就是属于小说当中啊，或者说古代古籍当中
描写出来的神仙的这个样子。那么丘处机在传播这个全真教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每到哪里，那老百姓都怕把他当这个神仙来拜啊，仙风道骨啊。那么在那我们要说呀，你比如说像现在西方来说，如果说一个人长得特别像耶稣啊，这走到哪里不也是一大堆的这个膜拜者吗？那么丘处机呢，是这个活神仙的名字慢慢的就叫开了。那与此同时呢，刚好是蒙古这个就是崛起，成吉思汗晚年。那么当时成吉思汗呢，正在这个征服失地的过程当中，已经准备是向这个就是印度方向用兵。他大军屯在哪儿呢？屯在就是今天的应该是，帕米尔高原，就是新疆和中亚地区这一带。然后呢，成吉思汗是个暴脾气，而且他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呢，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再加上成吉思汗呢，走哪儿他妈都让人抬着。所以晚年的成吉思汗呢，可能是深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就是，困扰啊，经常感觉到头晕，然后呢感觉到不舒服。成吉思汗，你要说那个时候啊，所管辖的疆域之大啊，已经，是蒙古啊这些王爷们或者是蒙古的这些领主们的巅峰了。那么成吉思汗这时候就想呢，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啊？谢谢流星泪送的这个粉丝荧光棒，他就打听谁能长生不老，也不知道谁告诉成吉思汗了。哎，在中原啊，有一个道士叫丘处机，他知道长生不老吗？哦，他的外号长春子。一听，这老道士有什么优点吗？仙风道骨啊，请他来过来啊，我要跟他谈谈，了解了解养生之道，还好啊。全真教这个时候呢，没有早些年道教那些，弯弯绕绕了，否则啊，真是丢出一本这个，防中术，恐怕哎呀，这成吉思汗也是一脸问号。那么，毕竟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中原都已经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那老大要去见这个丘处机啊，那丘处机也不能拒绝呀，真是老丘处机也挺惨的，当时五六十岁的了，这用放在古代呢，都已经是高寿了啊，要那么远跨越千里啊，这个看。真是穿过草地啊，路过雪山，翻山越岭去见成吉思汗，没办法呀。那当这个丘处机呢来到这个中亚地区以后啊，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为啥？成吉思汗也是被丘处机的形象所惊呆了。你看看这老道士，胡子都那么长了，我想长这么长胡子，恐怕也得长个一两百年呢。然后呢，再看看丘处机的形象，哎，万里迢迢过来，精神矍铄呀。说丘处机说我是被吓的，哎，你看看脸上都没有什么皱纹，哎，这个仙风道骨的样子，真人呢。成吉思汗本来很傲慢，或者说对谁都不客气，但是见到丘处机，竟然站起身来了。道长，你总算来了！哎，丘处机啊，贫道参见大汗。成吉思汗也非常简单直接啊，道长，我本汗想活久一点，你有什么法子吗？我也想像你那样。丘处机一看。您像我这一样，你这丘处机想脑袋里面挠挠，在心里面挠挠头，我怎么教你呀？跟我上山修道去，不能啊！但是丘处机呢，哎，他明白一点，哎，
他跟成吉思汗说呀，说老道呢也没有什么这个长生养生的好法子，也没有什么秘籍，也没有什么丹药。这一下成吉思汗不乐意了呀，你骗我是吧？你看你这样，哈哈，丘处机呢倒是把拂尘一抖，哈哈一笑，哈哈哈，大汗呐，你想像我这样啊，其实也特别容易啊。老道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平时啊讲究修身养性，哎，不动气，哎，那么想要长寿啊，就千万大事小事啊都这个不能太生气啊，一旦生气它伤身呢啊。哎，成吉思汗也挺有道理啊。每次一生气，我气得头疼。我要是不生气的话，我头不就不疼了吗？你说的好有道理。用现在话来说的话，那成吉思汗生气了，血压升高，对不对？血压一升高，他能不头疼吗？哎，这成吉思汗就是觉得丘处机说的很有道理。那么丘处机啊，还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跟成吉思汗来谈一个伤天和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蒙古人四处征战，而且手段呢也非常非常的残暴。哎，谢谢这个嗷嗷最棒了，谢谢。残暴到什么程度啊？攻一座城池，给一个城提供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投降，投降之后呢？车轮椅上的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小孩留下。那你说我要是不投降呢？不投降简单了，整个城市的这个人啊，全都杀光，女人小孩都不留。哎呀，那你说还有信基督教呢，对不对？信仰啊，这就这么残暴。丘处机呢，就跟成吉思汗谈啊，因为我们知道全真教啊，这个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啊。丘处机呢，很委婉的跟这个成吉思汗谈到一个问题，叫做因果报应，就是善有善因，恶有恶果呀。您这样大肆杀戮。谢谢哦，最棒的兄弟送的6张办卡，谢谢，欢迎加入天成哥啊！咱天成哥每天来续牌子，到12级以上，牌子到12级以上可以免费听小课堂。那么丘处机跟成吉思汗谈的就是，您杀戮心这么重，造下来这么老的杀孽，本来您能活2000多岁，每杀一个城市的人少50岁，您算一算，别算了，我算不了了，太多了。成吉思汗头疼，怎么杀了这么多人呢？成吉思汗后悔了，后悔在前半生的时候四处攻伐，杀人杀太多了。怎么听加水友群乙群13549352，然后艾特管理员任淡如梅进小课堂群呢？不知道啊，佐科你也真是啊，都说了快一年了哦，一年多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成吉思汗后悔了，原来啊，我不长寿，都是我杀人杀的。哎呀，成吉思汗说："那可咋整啊？这前面杀的有点多啊。"丘处机呢，微微一笑："哈，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啊！既然上天啊，把这个安定黎民的重任交到了大汗您的身上。"您呢，不妨啊，在一统天下的这个机会啊，少造杀孽。以前杀都不算了啊，以后您少杀了，这个能抵消以前的。好，妥了。这一下，成吉思汗就下令啊，攻一座城池，如果投降的啊，那就安抚；只杀抵抗的。其实，我们要说呀，丘处机的这番话，对成吉思汗，对后来他的继承者啊，窝阔台呀、蒙哥汗呐这些的，都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不然的话，那种屠城的方式屠下去，所造的这个杀戮更严重了。说这么好骗吗？丘处机是，以谁这个叫做什么现实说法呀？就是我为什么能活得这么长寿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容貌啊？第一是什么？修身养性啊，不生气呀。第二呢，悲天悯人呢，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这才符合天道。那你说丘处机？搬出天人合一，他成吉思汗信不信呢？丘处机讲不伤天和，成吉思汗他信不信呢？要知道，这个时候很多蒙古贵族在信佛教了。当丘处机以因果论来跟成吉思汗谈此类问题的时候，成吉思汗他就信呐。你还别说，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这一番谈话呢，非常满意，既不用炼丹啊，吃丹药。也不用去打坐，是参什么禅啊？只需要修身养性啊，只需要这个，就是说少造杀孽，哎，所以呢，成吉思汗呢对丘处机呢是大加赞赏，说信佛教还杀那么多，你要说不信佛教杀得更多的，信死亡计程这些是狼幻想。那么等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全真教在中国北方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元朝的这个广泛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看中国道教的时候啊，能有全真正一这两大派并驾齐驱。谁带来的呢？哎，丘处机居功甚伟，元代的推崇啊，也是啊，在后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时候啊，在元朝这100年的时间里面，不能说100年，99年，啊，道教呢就开始出这两大分支就定型了。那全真教和正一教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不炼丹啊，第二呢不娶亲。那么在除此之外，还有一支这个就是，就是道教啊的分支，哪一支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旅游胜地，湖北武当山。哎，严格来说呢，武当山呢既不属于正一派，也不属于全真派，因为它是谁建立的？元末明初邋遢道人张三丰。天师道是属于正一派的啊，张三丰，武当山嘛。哎，那么。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啊，《神雕侠侣》最后啊，张三丰小孩子出场，然后呢，《倚天屠龙记》啊，张三丰呢学九阳真经，然后紧接着开宗立派啊，太极拳、太极剑，什么金顶啊、武当山啊，金顶不是峨眉山那个吧？我说他是哪一派啊？但是张三丰的这个武当山呢，这个就是，独自一个分支，独树一帜。原因这一派呢，他练武他练的比较多啊，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传奇的这个功法啊传到下来。比如说武当山的这个就是轻功啊，武当山有金顶，那我不知道，还没去过。太极拳真的能打，谢谢一神三无误。理论上来说，太极拳是有这个实战部分的。原因是，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杨露禅。但是，我再跟你说，咱们再说两句啊，就是说中国传武的东西呢，到现在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这个流失光了。或者说，现在在学习传武的人，练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套路，就是说好看。有点就是体操表演的这种成分了，那么也有的就是说属于强身健体的部分了。但是你说搏击的那部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古代的武艺啊，从来不是为搏击准备的。就中国的武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发展，到清朝的时候，它只有一个目标。有人知道吗？武术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谢谢为了健康不看直播。
杀人，从来都没有说去要打多久，打的是这个大汗淋漓，让我们像看武侠片，天哐天哐天哐一下子。以前的武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杀人，用最快的方式、最有效的方法去杀人。你要说打半天杀人，你这武艺可真够菜的呀。就是你习武强身健体，那练的就是说现在这种就是说健身的这些法门，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武术的精髓全都是杀人。不是说去，就是现在传武已经不可能像以前这么去练了。那么，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啊，就是说可以看一看上时期，上个就是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中国武术比较流行，然后呢，一些关于武术的古籍。晚上好，括弧笑。说杀人最快不是用枪吗？因此呀，当枪这个就是说问世以后，谁还练武啊？军队警察有现代搏击术，而且是配合现在的武器啊。古代是不一样的，古代要讲究暗器啊，那些东西现在谁会用暗器啊？弓弩都已经是极限了。说为什么传武都是徒手不合实际啊？谁告诉你传武都是徒手啊？传武刀枪棍棒，尤其是那种小玩意儿，匕首什么的要求是很高的。李小龙他已经偏向这个就是格斗和这个就是说表演性质的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找一找过去的那种，就是说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以前有专门一个杂志叫《武术》，他就把很多过去武的这种典籍，这个就是给印出来，说雪滴子算了，没有这东西。而且你看早期的那些武术的技法，他教你的是什么？古代可以带一些贴身的武器啊，像匕首什么的都非常流行啊，镖啊。他不会讲的是你跟对方怎么去这个就是说对阵，过去你说现在就是你看那种武术表演的时候那种，这个就是套路啊，攻来攻去的。过去有没有？有，那就相当于练武的时候要进行一些体能的训练，体能的这个就是练习，活动这个肩，这个就是筋骨，把关节活动开。说传就是传武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去练了，因为你传武它的攻击目标很明确呀。最简单的事上来就教你锁喉，就是用什么样的手法能把人的喉结打碎，从哪个部位入手，没有见过吧？当然这种东西现在肯定不提倡。那么从背后打人的时候，打后脑的什么物，这个就是位置能直接是要人的命。那么在打脊椎的时候攻击脊椎的哪里？那么在打后背的时候打腰的哪里？打腰眼是什么位置？什么样力度去打？至于说下阴，那也是啊，优先攻击的位置。那你说怎么可能会打很久呢？对，直接就是打碎。那问题，那你说现在能这么干吗？现在的话在家练这个，大街上跟人家动手，啪一下子出人命了。因为传武的要求什么？就是一招毙命，然后剩下就是补招。你要打半天打不死人，你回家去吧。这是为什么中国传武没落。对，军队现在也训练这些呀，不是出手就三年，出手就是无期徒刑了，开玩笑呢。
很多人总觉得说中国的武术怎么了？中国的武术从来都不是被武侠片所误导了，武术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杀人。那么，当火枪问世了，是吧？一旦有手枪的话，那在精武英雄里面不就谈到一个问题：杀人最快的手枪，还练武术干什么呀？练射击多快呀！谢谢四十五加一。那么到了明清两朝的时候呢，其实道教呢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个就是政治舞台，除了摊上嘉靖这个爱炼丹的，他们就是在民间啊画符啊、驱鬼啊、治病啊这种。对呀，现代火器问世以后，传武已经没有必要了。不像冷兵器时代，你说为什么人都要去，就是说很多人要演武呢？为什么说过去的人呢，练家子经常能一个打好几个？原因就在这儿啊，招招毙命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古代搏击的时候，咱就说踢腿吧，对方一脚踢过来，假设你要开始一脚还击的话，请问你应该怎么还击？就标准的还击方式并不是去阻挡，而是照着对方的这个膝关节再一脚踢下去。一般来说，只要一下子挨上了，对方一辈子就残废了，因为古代不可能说能做修复膝关节的手术。那么现在在这个以前不就是有一个散打比赛当中就有这样的手法吗？对方一脚踢过来，然后一个选手直接对对方的这个膝关节啪一脚，当时那个人就跪地下了，对，打到就是粉碎性骨折，肯定就瘫痪了，或者说这一辈子就跟拐杖。这就是传武。有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一瞬间就分胜负了，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没有。非常残忍的，你想一个很健康的人，然后呢就这一电光火石之间残废。那现在的话都有护具，而且在这个比武的要求的时候哪能打人要害呢，对吧？传武他就没有了，就是过去的那种风范。刚才报道 DJB 不都说了吗，这个连剑道都打不过，很正常啊，不允许杀人的。现在的话在学武术的时候也很少会教杀人技了，因为毕竟小孩子或者说年轻人下手不分轻重，出了事儿了那是这个教练要背锅的。好，我去趟卫生间，咱们又回来讲奏折。不是江湖骗子，没有必要了。谢谢阿高祖，谢谢，晚上好。李连杰也说了呀，他练的都是这种就是说套路嘛，因为古代的传武现在你怎么表演呢？其实韦小宝练的才是真功夫呀。
是，哎呀，洪教主教的韦小宝那几招，就是真功夫。我穿的是祖传拖鞋啊，是啊，这100多年前的，要不你收了去？就是抠眼珠子，这也很正常啊。不过一般不会，原因是眼睛上的神经特别多，抠了眼珠子以后呢，人会很疼，喊出来。传武没有观赏性，表演打碎喉咙、踢断膝盖，为什么过去比武的时候都要签生死状？你说，在这个以前李连杰演的电影《霍元甲》里面是吧？这个都签个生死状，这个倒是很符合这个过去的这个就说法的。尽管说点到即止，但是拳脚无眼呐，经常就是出了人命。专门就有这个，就是说，公证人啊，只要这个签了生死状，哎，就算是杀了人，官府不追究。但是你放现在，不符合现在的法治精神的，而且打死人了也不用赔偿啊。就是传武他练那些套路，主要就是为了健身用的，就是跟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去活动活动关节啊，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还有就是说，这种套路呢也有表演的性质，招徒弟呀，对吧？而且还有的就是需要去这个过去嘛，练武术的人也得要讨生活呀。对吧？进行这个胸口碎大石啊，这种表演都有的。五梅时代踢死了方世玉的人，对呀。至于说现在的这些武术家们的武术怎么样，我不做评价啊。第七道广播体操升级版，现在更科学了啊。马老师给自己洗脑，不过马老师的身体还是挺好的，老人家70多岁了啊，能有这么好的身体，真的不容易。好，道教呢和武术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再过几分钟啊，11点的时候来讲上周没讲完的奏折。谢谢，偶尔犹豫，谢谢。铁砂掌那也是练得很苦，我表演一下御剑术是吧？听说我会御剑术，那静波云，那你不得超火？这个就是助助兴啊！哎，人说这个来，那个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今天这静波云的兄弟要这个超火来，这个点了啊！您打算啥时候啊？哦，今晚的焦点访谈谈到了台湾间谍哦，昨天晚上是我刚说过，我不知道寸拳是不是真功夫。至于说无影脚是吧，什么的，都艺术加工啊，哪会有那么夸张的武功啊？过去的这个就是，很多门派呢都有他的一些说法，说台湾你们华文化520，那他抓了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呀，对吧？给打电话通知你一下，你可能知道吗？谢谢一片片。晚上好，谢谢 Skyfly 01，谢谢。德高说呢，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功夫再好，一砖撂倒。第一次看的时候，哎呀，第一次看的时候，这直播间只有几个人呐。那个时候呢，我也都不知道，哎呀，能播多久？哎，但是现在呢，其实也不知道。直播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就像一些主播、小主播，哎，突然间就成大主播了，而有的大主播呢，一夜之间就凉了。世事变化之快呀，永远都出乎我们的意料。谢谢月花愁色，说一面说着要相信科学，一面要御剑飞走。这个东西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还真的能实现呢。清汤花开，简单来说呢，你要想御剑飞行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的。首先是吧，你身上就需要有一种反重力装备。那么反重力装备的话，能让你漂浮在空中。然后呢，这个御剑呢，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小型的推进器。然后呢，这个反重力装置和小型推进器呢，应该能二合一，这样不就可以御剑飞行了吗？至于说，这个飞起来的时候风大能不能扛得住，咱可以慢点。怎么理解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那得问小说家呀。就是你说御剑飞行吧，现在可能比较难，但不远的将来应该。在小型推进器在这个就是发展的时候有可能实现，但是肯定不稳啦，容易出事故啦，是吧？飞之前我需不需要念个天地无极乾坤借法，这是开机指令是吧？密码而且朱元璋能一统天下还有很多关键人物啊，那李善长又该往哪里摆呢？咱不说徐达常遇春，那怎么说李善长呢？要知道李善长的地位可比刘伯温高多了。那密码是脚纹识别的，不用念，行，更先进了。御剑飞行配这个就是高德导航，你都不知道你会去哪儿，这是在景区里面这个走失了吗？不过呢，现在的一些这个道路呢变得比较快，有时候呢这个就是低头不知道啊。至于胡子，你得问问这个，要不你去那天猫店或者淘宝店那些卖家，卖那种口碑比较好的刮胡刀的人啊，要问问他们吧。你就说也是，为啥把刘伯温神化了呢？因为刘伯温能掐会算嘛。刘伯温怎么死的？应该是死在了胡惟庸手上。谋士就是容易神化，对，受到了这个，主要《三国演义》太火了，把诸葛亮写的太牛了，因此这个谋士呢就格外的啊受人看重。茅山是属于啊正一教啊，正一派的。谢谢吴海九九，最后一个宰相，没错。不受百姓这个就是追捧，因为过去都有说书人嘛，一讲讲的《三国演义》，三国那可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能听一个这个就是说书的啊，就已经很厉害了。那这个一群人聚在一起，那听起来是 happy 的不得了啊。谢谢7455974462，别问我清真社上的了啊。这我对道教没有研究那么细。谢谢 CPLAF， 谢谢。
至于说南毛北马嘛，它如果我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是，以前香港有部电视剧叫做《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哎，这个有就是比较这个流行，但是从典籍上来看的话。别几个周播陈平了，一个就扛不住啊！谢谢豪横34983023。所以说，中国过去嘛，尽管道教有传承，但是也绝对没有这个南毛北马的说法。你让龙虎山这个张天师该怎么办啊？说那部剧确实经典啊，是经典，没有林正英。谢谢 Life，那什么啊，就是主人公好像叫邝天佑吧？谢谢，还是不懂。然后呢，僵尸成好人了，各种超能力，这个就是无敌的那种。任达华好像都是第二部才出来了吧？忘了，看着是有点混了。说现在看来挺辣眼睛的，那个时候，哎呀，人的审美观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提升嘛。谢谢短毛小尾巴。那，你像现在去看过去的那些，哎呀，咱说过去那些，电影，你都觉得，哎呀，这人怎么那么单纯呢？那么现在人接受的这个资讯，要比过去的人这个接受的资讯多不知道多少倍了呢，对不对？谢谢搂哥双眼皮兄弟送的525个粉丝荧光棒。那么，接收的资讯越多，理论上来说，人呢就越来越明理。但是，对于少部分人来说，也容易被忽悠。说马小玲，哎呀，行。说鬼片为什么那么有，还有那么多人喜欢？鬼片它拍的比较恐怖的话。容易使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分泌这个增加，这会让人感觉到紧张刺激，还有一丝兴奋，就属于那种啊，看的时候怕得不得了，然后那种感觉呢又让人很迷恋，所以就是鬼片为什么能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恐怖片或者恐怖电影能在这个电影这个圈子里面占很大的比重。走仕途的可以学学玄学，也不少领导信这个。将臣还能和女娲谈恋爱？别皮了，谢谢七里这个封箱，谢谢。对啊，就是人在恐惧状态的时候会分泌肾上腺素啊，但也只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恐怖电影的。谢谢七里封箱。以前的话，我还这个看看一些恐怖电影。现在的话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话呢，就好无聊。谢谢 A352662039，谢谢为欢若梦。原因是现在看恐怖片的时候呢，我经常要去想它这个剧情的合理性和它的这个就是人物的这个关联性。想着想着，关联，也觉得，哎呀，这毫无意义。算了。谢谢 A352662039，就是说，这剧情就是恐怖片，只能通过这个画面和配音使人感到恐惧。一旦你脱离了画面和配音，就开始去分析内因的时候，觉得丝毫这个就，哎呀，无聊。不是较真，就是愿意去想一想它的合理性，爽就完事儿了。关键得进入状态呀，难，这个比较难。你要说什么是让人感觉到恐惧，未知让人感觉到恐惧，然后呢，真要是现实生活当中碰到那种就是。匪夷所思的档案，
然后确确实实超出了自己的认知，然后这种事情还真正发生过以后，这种就比较让人，就是你不能去想它，越想越恐怖，越恐怖越想，就瘆得慌了。因为有些事情它是真正存在过并且发生过的，关键是这些事情呢，只有一部分的这个真相，没有结论。就香港茶餐厅那种，还这个就是说，哎呀，传言居多。但是呢，像一些匪夷所思的这种，就是咱们说的，就是那种现代科学还暂时解释不了的事情。然后档案放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看起来总觉得这个世界是有点这个，就是莫名其妙。说现在人类没有什么好怕的东西了吧？卫星伟，我说错了，只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会轻易的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我说一个，我说什么呀？说人心还不可怕吗？人类没人怕的了。错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太多的未知。为什么你会觉得像一些大人物，尤其是掌政的大文人物，到了某些时候就神神叨叨的？原因是在他们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机密。谢谢 LAUMGS，谢谢。那么有些事情报上去以后就，问，比如老特是蜥蜴人嘛，这就扯淡了啊。就是说，这个，也都是现代人是吧？歪歪出来的。好，再有几分钟时间，咱们来讲上周我们讲的作者。就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叫田纳西女巫案。那个案子的卷宗，看的人是匪夷所思。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承认的一个鬼杀人的这个就是案子，对吧？那个时候呢，现代科学已经开始这个就是说兴起了，关键是还把一个这个总统是吧吓得是屁滚尿流。关键是当时在这个田纳西那个农场主家里面闹鬼。那时任美国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就是老山胡同，他在那说扯犊子，我就不信。然后呢，带人就去了那个人家里头，结果一晚上过去以后是屁滚尿流的这个出来了。然后在法官去开始审问的时候，总统是亲自这个就是说，哎呀，证词，活见鬼了。就是那个案子到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案子。因为总统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去编瞎话的，总统也不可能去撒谎的。因为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很牛掰的人物，老山胡同嘛。因为当时那个就是。那个农场主的家里面已经莫名其妙的死了好几个人了，然后都说那屋子里面闹鬼，然后，对，现在那也是个景点。总统说扯淡，我就不信了。然后呢，带着一队人马就过去了。一晚上过后，老山胡同，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硬汉呢，以前20美元上面印的头像就是他。老山胡同丢下一句话。我宁愿面对英国啊一支舰队，也不愿意在那该死的受到诅咒的屋子里面住一晚上。不是不太信，因为那田纳西女巫案是有完整的卷宗的，可供查阅。就当时的调查情况、当事人的证词，以及不信的人这个去做的一些尝试，连总统都被吓懵了。你要知道，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个打仗的硬汉呢，也是美国能有今天的版图，他也居功甚伟啊。
你想，在战场上是一个见惯了死亡和鲜血的人，竟然也被吓得是屁滚尿流。那你说，那一晚上屋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西方人嘛，会谈这个是女巫搞的，这个就是，什么鬼？说关键后来就没有再死人，那个屋子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被，就是那整个那一块地它都是被封禁的。那么很多人传言说，这女巫还有可能这个就是回来，那就是传闻了。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田纳西女巫案》的那个卷宗，很诡异。然后呢，还拍了一部电影呢，那个电影叫做《鬼杀人》吧。就是有些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事呢，你不能说不信，对吧？也不能说完全信，说不来。没，当时这个安东尼·杰克逊已经带了一队人去了，说应该是人在装神弄鬼吧？没想你没说吗？带了一队士兵过去，怎么装神弄鬼啊？对吧？没心没物。总统是亲自带队呀，然后据这个安德鲁·杰克逊的这个陈述说，晚上啊，道教的故事讲完了吗？讲完了呀。那晚上了，晚上这个就是敲钟的时候，这是。就是整个那个屋子的天花板吱嘎吱嘎响，然后地板也发出了扭曲的声音，然后人呢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到墙边，然后，哎呀，出现了很奇怪的这个就是，影子，这都是总统当天晚上碰到的事情，所以你说，总统总会吃饱撑的没事干是吧？跟屋子的主人串通好了，来炮制这么一个故事出来吧。派个道士去看看，美国有道士吗？谢谢小七幺幺。说怀疑是致幻剂，当时去了很多很多人，有被吓跑的这个牧师，也有被吓跑的捉鬼大师。关键在那屋子里面还不明不白的死了很多人，而且人的死亡原因是吓死，就是属于那种在极度恐惧当中瞳孔放大。牧师去了呀，吓跑了。说客观条件下有可能形成这种超自然现象吗？不知道啊，因为当时的科技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现在的话，有可能就是，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的话，就有可能有细致的调查。关键是这种事情，如果有的话，也不可能就是说公布出来吧？对不对？你说让公众知道，肯定不合适啊。好了，说房屋的这个就是，那毕竟你说让我举例子，举了一个国家承认的，那些。没有承认档案或者不承认档案，我说出来也没有可信度啊。说带的那堆人都是托，安东鲁·杰克逊带的是自己的部下呀。对，当时安东鲁·杰克逊是将军嘛，后来就是美国总统嘛，吓得是屁滚尿流。你说总统也是心大。扛住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就是法官判决是鬼杀的人。守望队里面有说是老鼠，可能吗？老鼠所造成的声响，你认为以安德鲁·杰克逊那样的铁汉会害怕吗？因为据他的陈述，他看到就是。身边的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个就推到这个角落里头去。那这个是怎么解释呢？
理论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认知应该也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对吧？那理论上，那你想，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能把人这个推开，但是在屋子里面，如果形成那么大的冲击波的话，整个屋子早就炸翻天了。是磁铁，人在磁场当中怎么能受到如此大的这个磁力呢？它都不像没有正磁吗？有啊，它有完整的卷宗，就田纳西女万。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当时的档案，以前在这个就是网盘里面有分享，但是现在的话，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就是国内以前有人翻译了一部分，说出来手下都被封了高官，哪有那个时候安德鲁·杰克逊还不是总统呢？他不，错过了发现引力波的机会，传闻吧，辐射也只能去杀死人体内的细胞啊，也说不通啊。你相信有气运保护总统，特别是这种天选之人，然后总统也是啊，被教训了一波，识相点儿，这也不是你身为未来总统的人能来的地方。安德鲁·杰克逊说："我走了。"说人格分裂一对人，而且在他去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去尝试了，基本上都被吓傻了。关键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说假话，两个人说假话，一群人说假话，他们都商量好了，关键他们不，中间没有交集呀、啊。而且确确实实，这个田纳西女万。造成了多位美国啊居民的死亡，啊，咱就不要讲这么恐怖的事情。哎，我这儿有蚊子啊，得打了，要不晚上咬人呢。兄弟们，小礼物走一走吧。哎呦，先把蚊子打了。我多讲会儿热度就有了，好吧？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鬼故事的。谢谢哦，最棒了，兄弟送的666，谢谢谢谢兄弟的4个666。说得亏是总统作证，可信度很高。我开了专题讲灵异事件，哪有那么老多这个灵异事件呀？说包场是怎么包的呀？这个飞机或者火箭可以点播，那么点播历史啊，内容主要限于内史、历史。然后你要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如果我知道的也可以讲。那么年代呢是1912年以前，不敏感的。谢谢15230767455。那么，大概就是这样。这本直播间支持点播。好了，把奏折讲完吧。然后呢，今天不是还要抽本书吗？有人关心是吧？想好奇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就想知道那些外星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谁知道呢？
我觉得像，除非说你能接触很多这种，就是说机密档案，大概能从这些机密档案当中，这个能看到一些啊，现在科学还解释不了的事情。但问题来了，就算你接触了，它又是机密档案，你也不可能是吧？这个公之于众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碧晨珠这个事儿，其实国家也是不否认的，没错。哎，好了，那咱们上周五听得不过瘾，今天呢，利用剩下的这小20分钟的时间啊，把这个讲一讲。这个呀，是在道光15年的时候，一个钦天观殿的满族官员叫竞争的人，这个上的一道奏折。那么这个奏折呢，就是跟星象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的奏折全称叫《为遵旨查明星象公折，复奏扬起圣鉴事》，原因是在道光15年8月20日的时候，当时呢出现了一颗彗星。因为彗星在中国古代呢被称之为扫帚星啊，姜子牙他老婆编的，谢谢榨菜肉丝米粉兄弟送的办卡，然后呢没好事儿。那出现以后呢，皇帝很紧张，你赶紧去看一看吧。那么钦天监的这些官员们呢，就开始来进行推断。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通过彗星的轨迹发现，说起于北方，在开阳之上，就到了这个北极星开阳增一的位置，然后又到了太乙星，也就相当于从最北方出现，划过这应该是8月20日，已经到秋天了。我们知道。斗柄西指为秋天，对吧？而且开始向往这个北指的位置了，就是在东北方向出现的。你像农历8月20日，相当于现在的阳历这个9月底10月初了，中秋了嘛？东北方哦，西北方向啊，说错了，西北方向，西北方向出现，然后又滑到了这个就是太，就是，滑到了啊。哪儿呢？我刚看啊，就是，就是到太乙星，太乙星就是那个彗星的尾巴，太乙星，太乙星是哪个？太白金星，因为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哎，它又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国学周易可以讲吗？我不会周易呀，这个三湘三问大叔，不好意思啊，这个啊，说钦天县是不是晚上都不睡觉的？不一定啊，阴天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反正啥也看不见嘛。啊，我胡说八道的。有专门观星象的官员，但应该来说晚上也是有人睡觉的，还有值班的。他说这，然后呢，他说一看到这种星象呢，就去查书，战书曰：“会书前天下兵器。”有人问他那个战书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在当时清朝，就是历朝历代的时候。皇族都有钦天监这个部门，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那么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书籍来，它属于什么？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最高机密啊，民间想看到那非常的难。然后呢，只有这些钦天监的官员呢有资格去阅读这些。而且在古代，钦天监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机构。为什么？世代相传，它有很多家传绝学在里头。有人问说，古代的这个铁饭碗是什么？钦天监呀！只要老子啊能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儿子，儿子不用说继承和发扬了，能学老子的本事，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是这个机构比较牛逼的地方，直接接近皇帝。那么他就发现啊。这里面的书籍啊，那后来咱们就是建国以后，然后呢，从清代的这个文渊阁当中啊，也都整理出来了，还挺贵，还挺多。那么好像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啊，把清代的这些玄幻典籍啊，都分成上下两部出来了，每一部好像都5万多，
因此你说，哎呀，现在想去看一看的话，都成本都在10万元以上。古代啊，这现代人也估计很少有人会花10万块钱买那么一大两部书吧。那你别说古代人了，能接触的都少数。那他有他就包罗万象，就包括天下啊这些的。那么，就开始说啊，战书说会出前天下这个就是兵器。说呀，一旦这个彗星从前方向、西北方向出，将会有天这个就是，出现这个兵就是兵荒祸劫。说22日的时候，就8月22日的时候，这彗星呢已经到了天枪星之上。我看看我这电脑上有没有星图。稍等啊，因为不对照星图啊，其实在讲这个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以前的时候，这台电脑上有，次电脑，但是现在呢，可能都删了。遗憾啊，当然了，有机会吧，咱们以后小课堂的时候可以稍微小聊一下啊。太复杂了，这玩意儿啊。谢谢太虚石啊，没事没事，大家听啊。就是出现在天枪这个位置呢，然后呢说啊，因为它的尾巴呢指到了这个右枢星稀，说会犯天枪为兵机，说这些兵呢会变成机兵，捻军是吧？后来的。23日，彗星犯七宫第五经啊，为止上载星南，战出曰：彗星扫七宫，天子失福，就已经说皇帝会失去辅助的大臣。然后25日，彗星在冠所之南，违犯天纪第二星，战出曰：会犯天纪，国相伐。哎呀，国家丞相出去讨伐这个敌军了。那会儿已经没丞相了，其实总督啊，巡抚一级已经是封疆大吏。那曾国藩不就去打去了吗？28日，彗星在天市垣中掩冲患者，光及帝座星旁。说战书曰：“克星抵帝星旁，臣有叛者。”哎，皇帝身边出现了叛徒，也硬了，是吧？你要说等到火烧这个圆明园的时候，哎，真是啊，出现一群叛徒，还有那个什么人臣啊，不是人臣，辛酉之变，肃顺吗？然后到这个30日到9月16日，就是中央竟经历了半个月，消失在天市垣了。我还给大家考一下星图去吧，咱们今天晚上稍微拖拖堂。哎，不讲的话，真是不用星图很难。
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哎，我还以为来的时候会，今天想新图会收个吃，会来个，是吧？来个牛掰人物。嗯，以后能不能吃上皇粮是吧？看这个，等稍微等一下，我烤一下，因为还挺大的呢。说句不好听的，啊，哎，哦好，吓我一跳。别烤半天，点个删除，我去，又得再烤一下。嗯，稍等，我的电脑。我先结束一下放映啊，然后咱们切过来，我不太好这个对照。嗯，稍等稍等啊。哎呀，讲这个其实呢，最好是能有个投影什么的，否则是真的不方便。咱就一会儿就来回切了，好吧？好了，有了。我看啊，天青玄歌啊，找到了。谢谢兄弟们送的小礼物啊，谢谢谢谢谢谢。说那么问题来了，古代星象那玩意儿可信度高不高？我哪知道啊，上次不是说买个微型投影仪吗？上次说微型投影仪是干什么用的？看电视还是什么的？看直播间弹幕啊。好嘞，可以看了，现在然后呢，直播屏幕啊，这个，嗯，能看到了吧？嗯，能看到了。咱们还得去对照这个奏折是吧？哎呀，真是挺难的。因为不同季节的这个星图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也没有去具体对照啊。那咱们来回切着看吧，这样就直接多了啊。好，摄像头就先这样。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昨天讲那个人。那么我们先看看，是说这个，彗星起于北方。在开阳之上，伟极太阳星。然后说，战书曰：“会书前，天下兵起。”哎，谢谢赛文大叔兄弟送的。那么他说了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好，谢谢兄弟啊，就是欢迎这个光临天章哥啊。那么来看一下，那么会书前，然后呢，出于北方，北斗星星在哪里？大家看到了吗？北斗七星在哪里？在这儿。因为北斗七星它代表的是皇帝的地车，就是过去嘛，就是这个皇帝被称之为什么？紫薇帝君，载中宫啊，在这儿呢。下面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开阳。说这彗星啊，出自于北方。然后呢，尾巴扫到太乙，开阳上面就是太乙星，看到了吗？我的鼠标指着开阳正北方向是太乙星。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道光十五年八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啊，这个鱼吧里面有放，你去找以前的帖子吧。它就是在开阳这个切入北斗星的位置，然后尾巴扫到太乙这个方向。那么。根据这个星宫，就是说你说古代星象学玄不玄？如果你会看星图的话，你会能对照星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成为占星师。然后呢，说会出前是吧？天下兵起，我们这一下子，你看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开阳这个位置，然后尾巴扫到了这个
就是太乙，说这么宽不宽的，我是给你把图放大了。彗星的尾巴很长，而且彗星距离咱们有个就是说距离这个地球的距离比较近，那么距离近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看得大一些？距离远的地方看得远一些。那么彗星的尾巴可以其实可以看得很长，如果说彗星比较接近地球的话。这不出来了吗？说古代天空也太干净了。现在你想看的话，清风断雨在家就能看。原因是，国家这个天文馆的这个天文望远镜会在西藏有这个观测点，然后呢也会对准星空。但是你能不能看一晚上，我表示怀疑。弄了还了，看吧，在开阳之上，然后尾极太乙星。然后你一看到这种景象。我去查查战书，会书前天下兵起，哎，要有兵戈之争了。然后呢，22日彗星在天枪星之上，尾指右枢星稀。战书曰：“会犯天枪为兵机。”那么怎么得出来的？枪在什么位置？然后右枢在什么位置？看到了吗？孩子，往下面看，天枪，右枢。哎，这给大家讲古代的这个观星学呢。这说实在的，咱直播间讲个两三年也不见得会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啊。这不，奏折里面有了啊，我也就是恰好意外知道这些东西啊，给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像我既不专业也不懂，我就是胡说八道啊，别当真。那么说这彗星啊，到了天枪附近，然后呢，尾巴直指右枢，看到了吧？天枪玄鸽，那么天枪和玄鸽它代表什么呢？天枪和玄鸽代表了兵家，代表了刀兵。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皇帝的两支军队，一个睡觉，一个打仗，一个然后互相这个就是换班。那么它代表的是就是古代刀兵为凶器呀。那如果说天枪玄鸽听不懂的话。请问擎羊陀螺能听懂吗？天枪和玄鸽，一个对应擎羊，一个对应陀螺。别！那么看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哎呦，这彗星已经到了天枪附近，尾巴直扫右枢，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哎，查这个占星书去了啊。其实就是这么看的啊。那祝愿诸位啊，咱直播间啊，说不定你也有机会成为是吧？古代星象研究的专家呢啊，说这个22日8月，道光15年8月22日，彗星在天枪星之上，尾指右枢星稀，战书曰：“会犯天枪为兵机。”推断有一支恶的这个就是军队了。然后23日，彗星犯七宫第五星，尾指上宰星南。那么彗星扫七府，我们都可以把彗星当时的轨迹给推断出来，甚至能推断出来这是哪一颗彗星。你现在天文学很进步了呀。七宫在哪里？七公挡住了，七公脱下来，七公在哪里？看到了吗？最左边，我的最左边，应该也是大家看到的最左边。看到了吗？彗星的轨迹先出现在开阳，然后紧接着到了天枪，然后移动到七公。也就是在道光15年的时候。那8月20日到八月这个，8月15日到8月22日，你能这个算出来？别问运气，别问清风断雨啊！
自己有兴趣的话，自己单独去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都是胡说八道啊，给大家在那蒙，给大家在那碰。看到了吗？说彗星扫七宫，天子失府。然后贯错甄鸾这些，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啊，鱼吧里面放过这个星官图都能对应到。那么比较有趣的是，是吧？你说，既然知道了这个彗星的出现的这些很奇特的天象，然后呢，位置是怎么带的呢？古代是有天象分野图的啊。那么给大家再看这样的一个东西，哎，分野是怎么分出来的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看看这个图片能不能换啊？哎，我这儿有分野图，稍等。哎，出来了。怎么还有这个？大佬来看这个，哦，什么卖翡翠原石矿的，懂了，听听来。哎，那么来看啊，这个叫做天官分野图，因为古代认为人是天人合一的，天上每一颗星星都能够对应到，就是华夏九州的地区。那么我们古代州都讲州啊，你比如说雍州，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益州，哎，把华夏都对应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星星的这个运动轨迹，然后根据时辰的运转，那么都能对应到具体的位置。比如说，在这个半夜几点钟的时候，这个彗星出在什么位置，那么会根据分野图对应到某一个地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这个官员的啊这个奏报。看起来其实说神叨叨的，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体系啊，也就没那么玄乎了。那不是这么说吗？他说，哎，一说这个星星的位置、时间有了，对吧？这个星盘有了，那直接往下面对应的区域来说就完了。然后呢，他就说，女分扬州之城属浙江衢州府、绍兴府、延州府、金华府、台州府，又属福建福州府、泉州府、延平府、汀州府、兴化府这些一大堆。那么虚伪后面什么虚微分这个青州之城属山东青州府、济南府、登州府、莱州府。说前面说的是彗星出现以后会带来哪些的这个会预兆的哪些事情会发生，然后呢后面又说这些事情会应在哪里。其实也是神了然后问钦天监的官员做什么？哎，其实就是做这样的事儿。最后呢，说金奴才遵旨详查，仅将奏过彗星及太白昼见兵相分野朱瞻啊，仅抄录攻城预览。然后呢，又太白昼见四海起兵，太白经天啊。大臣有殃之战，合兵奏命，唯此仅奏。只是这个奏折到了道光皇帝手里面，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了，道光15年看到的景象，哎，要说也挺神奇的。总之呢，玄而又玄，哎，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吧。好了，那咱们今天的。干货呢，或者说历史上有趣的事情呢，就讲到这里啊。其实看起来，刚才上周五的时候，有说这些名词都听不懂，那是因为没有星官图啊。拿着星官图一看，瞬间就懂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的天象，甚至你能把彗星的运动轨迹都能归这个勾勒出来啊。至于说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应了。借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结束啊，结束。谢谢追忆330。所以说，这人妖言惑众，拖出去斩了。哎，应该也没有啊，查不到这个人被斩。好，
闲来水友，没点过关注，点过关注，咱们就今天晚上到这儿吧，听嗨了吧？新冠图啊，鱼吧里面有，我就不再重复上传了。谢谢加 seal， 谢谢。总之呢，当一些档案去看的时候，嘿嘿，总让人感觉到莫名其妙。莫不是只有我一脸懵逼？哎，有机会再聊吧。好，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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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好了，大家拜拜。是该说晚安的时候了，玄而又玄，是吧？奇了怪了，奇了。好，大家拜拜。晚安。啊。